感受停在我发端的指尖，如何瞬间冻结时间。 Hello 各位 MTV 天籁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娟邓紫棋。缘分让我们相遇，欢喜谢谢哇，这样一个 MTV EMA 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最佳艺人奖实在是非常有重量，拿在手上其实真的是非常踏实的感觉到你们每一票还有你们每一份支持对我其实有多大多大的一个动力。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都是拿来准备了我最新的这个巡演 Queen of Hearts 世界巡回演唱会，所以在这么一个忙碌的一个准备工作里面，你们给我这么大的一份支持，其实我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恩。所以我希望接下来在巡演里面我可以用音乐去回报你们的支持，希望你们可以在我的音乐里面也收获到一些动力。2016年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年，我的纪录片一路逆风其实非常非常的成功。我看着身边所有这些以往的同学也好，老师也好，所有都是在我生命里面比较重要的那一群人，然后回顾着自己的这一段追梦的过程，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感触。看完之后，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我身边很重要的人们或者是我的歌迷，其实那一个冲击力都是很大的，会让我们更加靠近，更加聚在一起。然后我觉得唯一的遗憾可能是我的外婆没有办法在现场，可是我还是觉得她是在我心中的，我现在走到这一步其实一直都是带着她的精神。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当我在天堂遇见他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回味这一切的回忆。